今天突然很想吃笋干，煮一点鸭肉我也拿出来解冻了，鸭肉配笋干，绝配来的。直接把它煮开。泡在盆子里面，多放点水，这个水一定要泡过这个笋。我是手，这是笋干，春笋干。泡了几个小时，差不多了，都软了。等什么啦？干不要？不那么嫩的，我们加哦。哎，蓝色的不对，这蓝色不好吃。要蓝吗？你关内。还煮鸡的，我还煮鸡的，还煮很多的。有这个黄颜色的，不是东南红颜色的那个米饭，要吃这个米饭吗？还有这个，那很多的，大家很顺眼。明天再吃这个嘛，明天再吃，明天已经煮饭了。不要吃腻了，够了吧？不要搞啊！放这三分钟给你炖啊。给你蒸不动。哎呀，怎么会蒸？耶！快起来搅拌呀！不用搅拌。为什么？要炒肉了。好，好，我看起来了的。我底下那个，哎，什么人？看看哦，好香香的鸭肉哦。嘿。我到那里去搞啊，等下烫到你了啊！有。笋干倒进来。哎呀！哪一位？哎，另一位。还有问题有进来。煮啤酒鸭。有虫啊？有啊。哪个是虫啊？有啊。嗯。那么脏。这个脚啊，鸭的指甲，那个不是虫，它是扒了的盖。不盖。把现场他老扒了吧？嗯。人家这边都喜欢，都老扒了。这可是你爷爷老将。喂，干嘛啊？嗯。你吃了一半是不是？这半留给我吃吗？是也是给你吃啊？嗯。那你没给爷爷爷爷吃吗？你放水是吗？不知道。你放水真好没有啊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不要着急，等下就是你的，我们都不会吃的。要是心急吃不了彩色米饭。你就挑着吃这个。再放一点点水，蒸久点啊。你坐在那守着米饭啊？对啊。小汤圆真的是，他喜欢什么东西？你看，守在那里，守他那个米饭。我放了一个红辣椒，只放一次。一点红的。对，一点红，真的是。等一下。我不要吃。来，给你吃笋干，要不要？不用了，不用加火了。嗯，这个奶奶家的笋干真的好吃。
脆的跟全家好吃。哎哎哎，我去，喊就搞定了。哎什么哎？哎好吧。哎什么哎？他说还烫哦，等一下他吃啊。你不跟他说，他好闻的就哇的摆设。倒扣过来。我去。哇。我去。圆不圆？圆呢、啊。小汤圆就是从这里开始爱吃这个红糖拌饭的。好了，还烫啊！等一下，慢慢来啊！慢慢吃，还烫啊！熟了，可以摇起来了，什么都不用再放了，直接摇起来。很棒呀，那个是盐菜啊。嗯，你说干净吗？不是吗？玉堂是吗？改污。无法形容你这个人。流氓！玉柏，你干啥？哎呦，我当当了。你按板嘞，我板了过来。哈哈，把它当当还能用？嗯，当家了，不咋。又有翻菜了，我做一个翻菜了，翻菜婆了。你吃饱了不啦？嗯，他吃鸡腿了。我给他爷爷吃。把当当。赖你都赖嘛。你这么做那你赖给他讲一句。有啊不。嗯不能闹哎呀不能闹赖。我看见了这。有点很嘎嘎的是不是哎呀很嘎嘎的。赶紧拍一下。怎么压架子呢，这个是压架。嗯。当架子呢好香。你吃完就越堆了，啊，咬完就越堆了。好像很久没有吃了。哎，干了。那你不知道？没，来不了，就算了。